行，现在人我给你带来了，你们看着办吧，反正他住我这儿不合法。哎，别，妈生气了。爸，妈，您是闹哪样啊？我闹哪样啊？哎，我女儿怀孕了，我过来照顾她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可是你们呢，十万个不愿意的，想把我赶走，还问我怎么？妈！拿走这个东西，我害怕呀！太脏了，快拿走！不是妈，这个狗……这狗我们是不会拿走的。如果您要住这儿也可以，就跟这小狗共处一室吧。不行，我害怕的，我真的不行。再说了，关心呢，怀孕是不能养狗狗的，快把它弄走，快弄走吧！狗呢，必须得养，因为它是用来治疗我的恐孕症的。恐孕症？嗯，对，没错。 妈，您看看，其实小狗挺可爱的。别，过来，那我还是回家住吧。可是我要三天两头来看你们的。好。有话要说，我是华向强。今天的标题是：必须要的孕妇撒的100-20个谎言。副标题是：如果不撒谎，后果自负。有视频，有真相。 嗯，真好看，宝宝。嗯，我现在是不是肚子已经可以看出来了？看不出来，绝对看不出来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只有 B 超才能看出来你怀孕了。真的啊？真的。那你看我是不是胖了？哎呀，真好看，根本就没胖。来，你再转一圈。哎呀，宝宝，你都不知道你现在有多上镜。来来来，老公跟你一起拍一张。哎呀，撒的什么谎不重要。 重要的是要硬硬的死撑。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谎言不被揭穿，那么把它当成真的去接受，最让人省心。老公，嗯，我现在是不是脸色特别不好啊？我是不是要变成黄脸婆了？胡说八道！球球，你难道不知道怀孕的女人是最漂亮的吗？嗯，大量的荷尔蒙激素令你的皮肤水水嫩嫩，特别的 Q 弹。 来，你自己好好看一看，你不觉得你现在的皮肤比过去好了很多吗？有吗？有吗？面色红润又光泽，我都不放心让你出门了。真会说话，亲一个。嗯，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今天这鞋配的不对，啊，不够时尚。你等一下啊。这个啊，今年流行的趋势，学院风，来。 怎么样，感受一下？好看吗？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啊！同学，你哪个系的？人家是美术系的，就是拿笔学画画那个系啊。那你也给我画一张呗。轻浮，人家是有老公的人。你要是不信邪，试试看，我岳父现在还睡地板呢。 你说谁没奶，你也不能没奶呀！整个一华而不实，虚假繁荣。你说谁虚假繁荣了？谁虚假繁荣了？我虚假繁荣是吧？你不虚假繁荣，好吧，交给你了，来，儿子去，给你，不是，我又没奶，这喂孩子是女人的事儿吗？妈，你来。我说的是实话，我要有奶。 我早喂我儿子了。不是，那麦小小肚子里生出来的不是您的孩子吗？所以您就把所有这种不好听的实话都咽回肚子里去。您得称赞他。我称赞他，我称赞他地大物博，我儿子就能吃饱了。出去。不是，小小，出去。你消消把身子快点。姨父，听您的话，我自己都觉得心寒。我要是麦小小，就立马产后忧郁症给你看。哎。 干我们干嘛？我们又没奶。我得想办法给我儿子找奶去。就这样啊！我岳父大人踏上了寻奶的不归路。哎，喂，爸，你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啊？保安处？你干嘛呢？ 鬼鬼祟祟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！你，我鬼鬼祟祟，你鬼鬼祟祟蹲这儿干什么呢？起来，看。行，你把我给你做的孕妇餐倒了，怎么了？
这垃圾桶也怀孕了，她也要吃这个？是，我不是已经吃了挺多了吗？你真的已经非常光荣了，老公。我已经足足长了有25克了，而且我觉得这些菜大概也许可能已经坏了。球球，你现在正在把吃的东西转变成人类，你不吃，拿什么变呀？回来我再收拾你。亲奶呀？就你爸？啊？哎，爸，真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说你怎么能管孕妇要奶喝呢？啊？什么叫我要奶喝呀？啊？我是给我儿子要奶。您说您这么大年龄了，您能不知道什么叫男女有别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要是男人能产奶的话，我能往女人堆里扎呀？我听他们几个妇女在这议论，说什么，奶太多了，胀得疼啊！我想你这多了，我儿子正好闹饥荒呢，那你那富裕的我就来点呗。爸，我真是不想说，你说的还少啊！哎呀，小花啊，这事儿你千万别跟小小跟关心说啊。那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不会跟他们说的。但是爸，你不知道，你得罪的是这小区里的女人圈，可怕的很。舆论八卦知道吗？没腿的跑得比飞毛腿还快呢。蚊子。喂，你爸才变态狂呢！什么对产妇有特殊嗜好呀？我就是产妇，一个窈窕的产妇。爸，不是我说你啊。那就别说了，我什么也不想解释。哎，那什么，还是我帮咱爸解释一下。咱爸主要就是想跟小区新生的妈妈给小虎要一点奶，虽然咱爸的方式方法呢，让这些新妈妈误会了。但是初衷还是十分良好的啊！也不用你帮我解释。好，那我给您泡杯茶啊。哎呦，老公，你有这种想法可以告诉我嘛？我去了，别人就不会误会了呀。你还没出月子呢，怎么去啊？哇，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费那个劲儿，没奶就喝奶粉呗。我不想让我儿子喝奶粉。我也想让小虎喝母乳。可是你没有奶呀、啊！坐月子的时候，我给你订了那么好的营养餐，你不吃全偷偷倒了。不就是怕胖吗？爸，您说这个关节有这个问题，把我给他做的孕妇餐全都倒掉了。哎，你把这个也倒了吧？怎么搞这么热呀？再来。老公，你知道我胖了多少斤吗？多少斤？不告诉你。哎，为了孩子啊，什么胖不胖的，主要得有奶，就得加强营养，大鱼大肉的往里揣。谁说吃大鱼大肉就会有奶啦？哦，奶牛嘛，总是很多奶的，可人家吃的是草。可奶牛不会因为怕胖它不吃饭呐。为了孩子，你必须得加强营养啊，好吗？得逼自己吃肉。那现在是这样说的了，真胖成奶牛，你又该嫌弃我。哎呀，又怕胖又想喂奶，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自己难为自己呢。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喂奶有助于减肥。那你得先有奶才行啊！啊，小小，你得强逼着自己吃肉。爸，你这态度太强硬了。小小不喜欢吃肉，你可以让人家吃豆腐呀。我们两口子说话，你老跟着掺和什么呀？我这不是想让我们家关心看看前车之鉴吗？不能像小小这样没事老倒饭，这不没有奶了吗？谁是前车呀？我是榜样好吗？我告诉你们哦，虽然我没有奶，但我正在主观的、潜意识的、努力的掺奶。哎，真累，没有奶就喝奶粉，多简单的事儿啊！哎，这个不行啊！奶粉？他去买奶粉啊？你问他买得起吗？不是，怕我怎么就买不起奶粉了哈？这奶粉还真买不起。我跟你说，就这一桶都赶上我一个月伙食了。哎，周末你脚怎么了？对啊，哎，我听说姨父你出轨了啊，我就着急跑过来，一不小心把脚给崴了。说什么呢？那不可能。这是我说也不可能。想当年像我大姨那样的老婆都没出轨。奶粉。不是小虎不喝奶粉吗？干嘛买奶粉？没办法啊，他没奶啊。哎呀，小小加油啊！啊，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加92的还是95的呀？加这个。这是我跟齐涛专门从一个老中医那拿的，可灵了，专门产奶的草药。老关，你们家亲戚和你真的把我当奶牛啦？吃草产奶的，
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我也得给我儿子冲奶粉去喽。哎，周末，你怎么还没把小美还回去啊？好不容易借来的，多玩两天。哎，李娜，嗯，我跟你说，你老婆现在跟狗处处感情了，你要不把狗送走，说不定就留下来了。放心吧，她连孩子都不想养，怎么可能养狗？玩吧。Good morning. Morning. 乔乔，你今天这身衣服配这双鞋肯定好看。职业装配帆布鞋。流行的趋势嘛，混搭。老公，我知道你那点小心思，但是今天真的不行。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，必须穿高跟鞋。小晴，你得为着肚子着想呀。肚子？你不是说我现在肚子看不出来吗？是看得出来还是看不出来啊？你知不知道时尚圈最怕的是什么？绯闻？是怀孕。谁愿意时尚趴地出现个大肚婆呀？你肚子早晚会大的呀。那晚一天是一天嘛。哎，行，乔乔，那你把这饭带着，你不能老吃盒饭啊，又难吃又没有营养。这是我给你煲的乌鸡菌菇汤，全家桶的量，自己吃不掉，还可以分给大家吃。哎，老公，我手机好像放在床头柜，你帮我拿一下好吗？球球啊，这件事情呢，我要跟你谈一谈。手机呢，我们是可以带的，但是我们要尽量的少用。你可不可以边拿边说呢？我要迟到了。好，我去给你拿。但是手机呢，真的要少用，因为它是有辐射的。哎，球球啊。你确定你把手机放在这个床头柜上了吗？过分。喂，爸。嗯，我在家呢，怎么了？什么？小虎拉肚子了？爸，你看像这样，给他擦一擦屁屁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给他弄一点爽身粉。嗯。好了，二爸，说咱家小虎怎么老是拉稀呀？哎，我就说吧，不能喝奶粉的，他不适应吧？要不咱换个牌子吧？国内外很多牌子我都试过了。你都试过了啊？那你是不是喂多了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小孩可不如闹饥饱的，你喂他他就喝。我是一起床就喂他，他一闹我就喂，一口我就喂。好，行了，破案了，就是喂多了不消化，要不咱饿一顿吧？那可不行。为什么呀？知道吗？哎呦，你一说饿，我还真就饿了。我到现在还没吃饭呢。那正好呀，这汤是我给关心煮的孕妇餐，她不带，那您喝吧，好吧？哎，对，哎，我给你打的。哎，爸，我跟您说啊，您得帮我劝劝关心。你说她现在怀孕了，老吃盒饭，那东西没有营养。有道理，我劝她。这个，您说我已经有了一个喝奶粉的儿子，我不能再让我的外孙子喝奶粉了。如果关心没有奶水，你要喝奶粉的话，你也买不起呀。爸，您能别老挤兑我吗？你瞧你这个样，搞得那么细心，能不能有点男子汉的意思？嗯，行。那下回小五有事呢，您别找我，我不细心。你可来劲了，嗯。啊，老公，老公啊，什么呀，那么香？行吗？这是我用文火煮了6个小时的山菌蘑菇汤，好香啊！我尝一口，怎么样？好喝。那我顶我要喝。哎，顶我嘛！那能全喝了吗？能，我拿走了。好，去吧。太好了！哎，明儿你再煮一顿。只要能给他增加油水，那就哎，对。爸，您看您至于吗？我是您儿子，我给小妈煮碗汤，我还能要您这100块钱？哦，那算了，乌鸡60多一斤呢。啊，那个我从来不要您的钱，您也不能占我便宜。这钱我收下了啊。行。啊，爸，我还想在这个汤里面加点党参，丰富，上上档次啊。应该。我还想加一点红枣啊、枸杞什么的，给他补补血气。应该。最后这汤里还应该可以了，再这么补下去，他鼻口就得穿血了。只要小小把奶水下来，另有奖励。怎么又是鸡汤啊？耳膜腻了？
那行，咱明天换一个海鲜粥行吗？老公，我真的不能再吃了，我现在已经很胖了。你知不知道我们公司现在背地里都在议论我休产假了，谁来接我的班？那一个个人心躁动的呀。你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我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吗？我如果休完产假，我就跟这个时代脱轨了，到时候不管谁来接我的位置，你说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他还能心甘情愿的让我官复原职吗？我求你了，行吗？求求你，产假才能休几个月呀，时代能跑那么快吗？你懂什么叫时尚吗？时尚就是时时上心。求求啊，你听话啊，你现在怀孕了，不能像以前那么拼命。我不怕辛苦，我不怕累，我不怕。我知道你不怕，我怕孩子累。你说你现在怀孕了，你什么事情都得注意一下。咱就说你单位的饮水机这么高，你说你哪天去喝水发现桶里没水了，你怎么办？有什么办？我换呗。你自己换？你挺了个大肚子，你自己换水，你扭到肚子怎么办？哎，我换水，我用胳膊换，我又不用肚子顶，你又不是杂技团。你那墨盒啊，打印机那墨盒在下面呢，你墨盒没墨了怎么办？换呗。也自己换啊？啊，你是个孕妇，你能随便弯腰吗？那照你这么说，我现在开始什么都不能干了是吗？你要把所有的事情交给其他人去办，你要告诉他们你是一个孕妇，让他们帮助你，他们照顾你。谬论！哎，我拿工资，我凭什么让人家替我干活啊？哎，你真是就犟啊！我跟你说了啊，我不吃，我什么都不吃，我不吃。你不吃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我在孕妇养成里面学的，凡是能让鸡蛋碎的事情，都是有可能伤害到孩子的事情。你说等你以后肚子大了，你要清楚的知道你的肚子跟所有物品之间保持的距离是现在的几倍。你能保证明天去上班的时候这个鸡蛋不碎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三十二，差不多了。你摆好手。正好正好。哎呀，没办法。起作用了，太棒了！啊，您小伙的脸是不是圆乎了？有啊，有那么快吗？当然有啊，这就是母乳喂养的好处啊。小花，这次可是功不可没，继续努力，继续努力啊！小小，爸夸我，夸我。怎么是小花的功劳呀？明明是我的好吗？饮水思源，那汤可人小花熬的。哦，那倒是，小花，你的汤熬得真的很好的。但是，那也要我基础好嘛，不吃大鱼大肉，还是有奶的。我回来啦！呀，球球回来了。接着。哎，碗卵一点没破。哎呀，球球。你真是太厉害了啊！厉害吧？你看，我就说吧，你呀，刚才想多了。这个工作呢，一定是不影响怀孕的，老是在这一惊一乍的呀。我那不是善意的担心吗？啊，得，这样，我给两位伟大的母亲做饭去，炒鸡蛋啊。哎，不对啊，这我早上给你拿的是一个白皮土鸡蛋，你怎么给我还回来一个红皮大傻蛋啊？有吗？记错了。不是吧？你是不是把鸡蛋弄碎了，然后给我买了一个新的还回来啊？我就挤碎了一个嘛。不止吧？球球，我告诉你，别跟我撒谎啊！你要敢跟我撒谎，你信不信我大嘴巴抽你？你抽谁？抽我？哎呀，我爸，我在跟他开个玩笑，我就是想问他，他到底弄碎了几个？哎呀，我买了一打，就只剩这一个整的了。你看这一上午，把我衣服都给弄脏了。爸，你听听，你听听啊！现在还担心衣服？你说这我孩子要真是六个月大有人形了，一上午撞这么多回，万一回回都撞头上呢？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我已经很小心了，有什么办法？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什么鸡蛋测试法绝对不科学，孩子哪有鸡蛋那么脆弱啊？爸，你劝劝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说两句，我说两句啊。还别说，关心呢，你就是皮实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当初你就是母乳喂养啊。我也母乳喂养啦，小小，你有奶了，源源不断，波涛。
涛汹涌。所以呢，你就非常壮实。想当初你小时候有回骑自行车，咵家伙撞树上了，圈都瓢了，那树都弯了。你呀，啥事没有，但是呢，你肚子里的孩子跟你感觉可不一样。以后呢，尽量多吃，给孩子增加营养。你看咱爸说的多有道理，你就要小心行为，保证孩子安全。现在看呢，你很多方面做的都不够好。我就说了吧，我成为不了一个好妈妈。我现在可是个好妈妈，奶源充足。哎，你要不要尝尝？咦，恶心！你有什么好恶心的？我这是货真价实的人奶，别人尝我还不给好不啦？爸，快管管你老婆。该咋是咋的，人家这现在小小真是优质高产，小伙根本就喝不了。你看，我刚冲了一杯人奶拿铁，味道好极了。哎，要不要尝尝？老公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咱俩撤。这俩人给他喝喝，不识货。就是，老公你喝。小美，媳妇儿，咱得把小美送回去了啊。不要，不是，本来就借着玩的，怎么能不送回去啊？他们家有60狗呢，咱替他养只，他高兴都来不及呢。不是媳妇儿，咱们家的口号是什么啊？是不是坚决反对第三者干涉咱们俩的二人世界？无论是孩子、别人还是父母，丁克到底吧。他不是第三者，他就是一只宠物狗。他是宠物狗吗？他现在比人都精啊！我跟你说，媳妇儿，你被他的外表所蒙蔽了，知道吗？媳妇儿，真的不能再养了，会养出感情，更送不走了。子啊，加油哦！爸爸来一根金灿灿、黄澄澄、圆柱体的黄金粑粑儿哦。哎，你俩真行啊！我爸在描述粑粑呢，你们也能吃得进去啊？哎呀，关心，等你有了孩子就知道了，这根本不算什么的。哎，你开始吃肉了？没有啊，这是野菌蘑菇汤。这是乌鸡汤好吗？你看它飘上的皮。啊，爸，你在骗小小啊？善意的谎言。老关，你到底骗了我喝了多少乌鸡汤呀？不是小小，小小，你看儿子自从喝了你的奶，你看长得多壮实。哎呦，快看呐！哎呀。哎呀，儿子终于拉出来了，传说中的黄金粑粑！啊，太棒了，老公！告诉小花，明天我要喝金鱼汤。你们家现在真是没法待了，我接着吃。再跑，再跑，我打你屁屁啊！你打谁屁屁啊？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哎，不是把狗送回去了吗？这怎么又回来了？是，我是还了。可是他自己又跑回我们家了。哎，你们看没看过那个电影啊？就有一只狗狗千里寻主人的那个。反正就是这只狗，它一定就是传说中的神犬呀。我跟它一定是有缘分的，我决定了把它留下，当闺女养。哎，那正好啊，我们家剩不少奶粉，都拿回去给它吃。哎呀，宝贝儿，快点快点啊！谢谢爷爷，快谢谢爷爷。哎呀，我不是狗爷爷。有话要说，我是画像墙。话说婚姻呢，从古代开始，那就是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。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，从此呢就合情合理的睡在了同一张床上。一张床是婚姻存在的仪式，是婚姻的本质。哦，你们家婚姻的本质就是两个人睡一张床上啊，肤浅。所以我这个想法呀，非常的肤浅啊，因为这个两个人呢，他主要还是要听老婆的。老婆想怎么睡你就让她怎么睡，我呢就想表达这个观点嘛。但现在我孩子隔着肚皮和我做了邻居，我老婆就效仿梁山伯与祝英台，茶碗是君子。可我不是君子，我是君子兰，一到晚上我就精神。干嘛呢？我怀孕了，你知不知道两个月的时候多危险啊？你不能碰我，不能碰我，给我过去。
干什么？我就没想跟你干嘛，就想把你手拉过来，我想拉这段，要不然我睡不着觉。不是你，我给你手，你就还想要别的？不许，哪都不许碰。好好好，我就睡这一个角好吗？我在边缘，啊，注视着你。不行，你在这儿我就睡不安心。我决定从现在开始，咱们俩分房睡。出去。分房睡？不是秋秋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做什么英明的决定，我都认同啊，我都支持你。但是分房睡不行啊，伤感情呀。我得代表我们两个人睡个好觉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我和孩子的睡眠和安全是第一位的，你退居二线。不要退居，连个觉都睡不好，这孩子我不生了。别生气，干什么干什么？跟你脾气退居二线，退。你就会拿这招威胁我。所以，浪漫的爱情故事都只讲怀孕前，漫漫长夜，无心睡眠。怎么在这儿睡觉呀？我一翻身嘛，没看到你，吓死人了。这儿挺好的，睡得挺好的。你看你妈，人家说夫妻之间有了孩子，浪漫就会直线下滑。我们倒好的，都分居了呀。哎呀，你也太敏感了嘛！我不就是困吗？我困得实在受不了了，一不小心就在书房里睡着了。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？还什么分房睡，还分居？这不就楼上楼下隔着一层天花板吗？夫妻之间，连层纸都不能隔的。是，但是你说你非让小虎睡在咱俩中间。哎呀，害得我根本就睡不着觉，我生怕一翻身呐，一伸手啊，把孩子给压着。哎呦，你看你呀！所以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，我就从来没睡过一个整觉。那我不是也是为了给小虎喂奶吗？每次叫你，你又不起来的。你叫我起来有什么用？我又没奶啊！啊，咱俩不是说好了吗？啊，晚上你管，白天我带。你说我晚上睡不好觉的话，白天哪有精神带孩子啊？好了，老公啊，委屈你了。我都委屈死了，我都。那以后嘛，我让小虎睡小床去，好吗？哎，这就对了啊！你说一个男孩子不能在月子里啊就惯着。哎，你发现了没有？现在很多男孩啊都被这当妈的给惯的比女孩还女孩。咱小虎要从小就养成阳刚之气。哎，你还真的提醒我了呀！以后嘛，就让小虎跟咱们分房睡，把你这间书房嘛改成婴儿房。哎，真的，哎，就在这儿摆一个婴儿床，我想想。啊，行了，这个挪。别，千万别的，啊！你说一个孩子，他这单独睡在一个房间里，那孩子受得了吗？再说了，咱们家那么多房间，你干嘛非要用我这书房啊？啊！现在这是我唯一能清静一点的地方了，亏你想得出来。可是你这个房间嘛，阳光最好了，通风也最好了。哎呀，老公，你就为了小虎牺牲吗？不是，这个月我可没少牺牲，我再牺牲我就壮烈了。继续牺牲嘛！哎呀，亲亲，快点呀，上床来。来啦！要不要把依依脱啦？好呀，妈妈帮你脱依依啊。妈，杨梅。你没跟我说话吗？没有啊，我跟咱家闺女小美说话呢。闺女，小美。老公，你看我跟咱闺女起的名字好听吗？小美。不是媳妇，狗不能上床啊！我把它拿走吧，我管你禁闭。你干嘛呀？
你干嘛要关他禁闭呀？我有充足的理由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新买了一双鞋，牛筋底儿的，被他当猴皮筋儿给我啃了。你凭什么说是他啃的？那不是他啃的，还咱俩啃的？不就一双破鞋吗？一双，我还有一双鳄鱼皮的，也让他给我咬了。哎，我就不明白啊，这狗为什么要吃鳄鱼？这多违反自然规律啊！还有一双，我那双最心爱的人字拖。哎，那双你就别说了，10块钱地摊买的。那我也喜欢，我就喜欢。小美，妈妈要批评你了，以后啊，咱不能咬那个塑料拖鞋。对你得说他。要咬啊，就得咬真皮的，塑料的致癌。你怎么那么惯着他呀？我那鞋一定是你让他咬的，要不然怎么不咬你呢？行行行行行，我们都困了，小美，妈妈抱着你睡觉觉。不是，你应该抱着老公睡觉觉啊，你怎么又抱着狗呢？哎，你下去。哎哎，行。小美，你不是狗，你是妈妈的闺女啊，不要听爸爸瞎说。不是，我什么时候成狗爸爸了？说说吧，你们俩为什么分居啊？没分居，我就是立场鲜明的指出，有我没狗，有狗没我。我也立场鲜明的指出，有狗没你。不是小小马，你说说啊，谁愿意进被窝啊，就摸这个毛绒肉乎乎的东西？我想。没到你发言呢，谁愿意穿这个 T 恤出去，晚上回来就成毛背心了？你给小美用的什么洗发水啊？我是说她最近的毛发稀疏，她的毛跑你身上去了。小美，妈妈重新给你买好的洗发水和护发素啊。我都快谢顶了，你管不管我？你瞧你身上毛啊，你小美都快秃了啊。好好好好，来来 sit down sit down， 坐坐坐。哎呦，不就喂只狗吗，至于吗？我认真的想过了，能解决你们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要个孩子。我就是不想要孩子，才不想当这个爸爸的。现在可倒好，成狗爸爸了，还抢占了我在床上的位置。你是怕失宠呀？行了，齐涛，啊，别埋怨了，要孩子就得做出牺牲，啊，你看我都牺牲成什么样了？我现在还像一个给100多号的人发工资的老板吗？那不一样，我们俩又没孩子，那是狗。狗的事儿你们回家商量去啊，要不然你们就要个孩子。嗯，以前呢，你们在我这混吃混喝无所谓，现在不行了，我有了我自己的孩子了啊。今后我可没时间再伺候你们这些超龄儿童了啊。到了。吓我一跳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哎呦爸，我昨天晚上没睡好，关心怀孕了要跟我分房睡，我抱他我睡不着啊爸。行了行了，真受不了啊，你不要在我面前表达你跟你媳妇如何，你如果管不好你媳妇的话，你回家跟她说去啊，别老在我这告状啊。小花，你真的好棒啊，不抱着老婆睡不着觉这才是对的嘛，不像有的人还要跟我分房睡啊。爸，你要跟小小分房睡？嗯，这太暴殄天物了。你说什么呢？这事儿你该议论他吗？回家去，回家去。哎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小花是我叫来的。嗯，要把书房嘛改成婴儿房，她帮我设计一下。我还没同意呢。没同意我也要改。哎，你们接着说你们的问题。不是，你不能这样做呀！啊，你说我每天嘛在楼上听着孩子胡闹，下来呢还得照顾你们这些超龄儿童啊，伺候你们吃，伺候你们喝啊。现在就是书房，我能清静一会儿了啊。那你书房再给我办这了，我上哪儿看书去啊？啊，我上花房啊？啊，哎爸，这我觉得您这花房真是面积挺大的啊。我们家是没有这个条件改造，我觉得您这花房应该改成一个儿童的活动室，等以后我孩子出生了，可以跟小虎一起在这玩啊。花房你们要霸占的？嗯，爸，爸，我说错什么了？小星星在身上啊，一闪一闪亮晶晶。宝宝，老乖，耍什么小孩子脾气呢？怎么是我耍小孩子脾气呀？我不就是舍不得这间书房吗？你不知道。
现在这家都成什么样子了？有浴室吧，让小小弄了个婴儿泳池；卧室吧，满世界都是小虎的玩具，弄得我都无立锥之地了。再过几个月会爬了，到处打游击战了，将对我的领地全盘占领了。再过十年呢，我就长出1米8的大个子了。哎呦，那时候我就萎缩成1米6的小老头喽，他就成了一家之主喽。要再过20年呢，哎呦，他就成了富二代企业家了，我就成了资产贬值的老土财喽。别闹了吧。就您那基因，小虎能窜到1米7就不错了。再说了，是富二代，有几个有出息的呀？他要真成了企业家，您就烧高香吧。我就不信那个邪了。我每天给他吃好的、用好的、穿好的。对，打明儿起，我就给他读经济学。我就不信他没出息。呦呦呦呦呦！您看，您这不是挺疼孩子的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小虎啊，比我当年的待遇可要强多了。我看您当这奶爸当的也挺津津有味的，怎么一个书房就舍不得了呢？奶爸，我都快成奶妈了。哎呀，当初小小怀孕的时候，我就说呀，咱请一个月嫂，请个保姆多好啊。他说不行啊，嗯，孩子必须咱们亲自带，要不长大了跟爸妈没感情。现在可倒好，他成了甩手掌柜。你说现在，小虎才1个月大，就要让单独去睡。这多残忍的。哎呀，其实我嘛也不想小虎一个人睡的，小虎一哭一闹嘛，那老关就受不了了，老关受不了嘛就要跟我分房睡，我也不能让小虎成为我们夫妻感情的第三者呀，所以没办法了，我们家小虎只能一个人睡。周末你听听听听啊，人小小就为了夫妻感情，连自己亲生孩子都舍得。你再看你，你弄个那玩意儿比我都亲。我不过就让小美在床上睡个觉，你就要关她禁闭。幸好咱俩是没小孩，要有的话，你还要关孩子禁闭吗？不是，你那孩子跟狗是一个档次吗？当然不是一个档次了。几个月的小狗比几个月的孩子智商高多了。再说了，小小跟姨父分房睡那是有客观条件的。咱家有书房吗？没有。想要分房睡吧，可以把床切成两半吧。哎呀，行了，这不是有没有房子的问题，对不对？睡在一张床上才叫夫妻。再说了，关键是我没有关心，我睡不着觉呀。小小，你也怀胎2个月过，有必要分房睡吗？关心的问题我帮你解决。好，那书房装修的问题我帮你解决。那狗的问题谁帮我解决？哎，不是，哎，我们在这说孩子大事，你那拿狗打什么岔？啊，不这样，狗呢睡被外面，你这样明媒正娶的睡被子里面。哟，成交。关心跟你说什么啦？让你想通了，把书房贡献出来。他说，只要我把书房贡献出来，他就不惦记我的花房了。我倒是觉得嘛，把花房改成儿童房挺好的呀。等关心孩子生出来，他们一起在花房里玩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凡是让我做出牺牲的事，你都赞成，然后人情你来领，做个好后妈。哎，这话讲的不对啊，关心也是你的女儿呀。那他们两个经济条件不好，房子又比较小，能帮忙还是要帮忙的。一提这事我就来气，啊！你说华向强整天游手好闲的，我女儿现在都怀着孕呢，还得上班养家啊！难道今后孩子生下来还得我这个做老爷的养吗？那人各有所长嘛，关心如果自己带孩子，你也不放心了。我倒是觉得小花人蛮好的，懂园艺。会做饭，人还有耐心，最重要的嘛是会画画。小乔，小小跟你说什么了呀？让你想通不分床睡了。小小说，孩子呢需要有爸爸在身边，需要感受到爸爸的温度。那对，此话有理。但是说好了啊，嗯，不能那什么。